好，日前有民众呢在新北市三重搭计程车，却被旁边的骑士亮枪恐吓。可以看到画面上呢，计程车好好开在路上，但这名没戴安全帽的骑士呢，却是逆向骑在他旁边，那么手上甚至还拿着东西不断的挥动，原来呢是一把手枪。当时呢，小黄车上还有客人，就怕有危险，避免和对方正面冲突，只好呢尽量躲远一点。但是车上的女客人是决定直接报案，那么警方也调了监视器，找到了这名亮枪的男子。原来这名刘姓骑士手上的这把枪是枪支造型的打火机，他供称当时因为不满被计程车按了一声喇叭，才会气得故意亮枪要吓一吓对方，而最后这名骑士也是被依照恐吓罪移送侦办。以上最新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